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元神频道。如果你热爱元神，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因为我们将为你带来最新最全的攻略和资讯。记得要点击订阅按钮哦。好了，这边最后一关来开始。这边选择草神、水神尼鲁，然后加个芭芭拉。这边我们把这个水神拿下来，三个角色沾上。这边芭芭拉一技能，然后切到草神开始，然后草神长按一转一圈，拿进来呀，然后开一个大捏拢，来很小，直接无脑一切，全部扫完之后来切到芭芭拉停 A， 好的，这边搞定，切草神长按 E， 然后普攻打两下，然后切到芭芭拉一直平 A， 你都看见了，然后 Niru 这边来一技能。成立一步，芭芭拉平 A， 一只平 A， 小草神一技能，先选这边四只龙兽，龙兽小草神开个大呀，长安一拳扫中那个克吧，芭芭拉开个大一技能啊，那啦，平 A， 然后这边尼罗准备三段一啊，准备太郎四段四段一，然后切到这个芭芭拉一只平 A， 这边还剩四十秒搞定。然后现在来选这个再弄夜兰，然后我们继续还是上一局这个配置啊，好神尼鲁芭芭拉来开始啊，卷叉芭芭拉一技能，然后切小草神开启转一圈，一技能转一圈开个大，然后切到尼鲁 S 段E， 然后芭芭拉平 A， 小草神一技能平 A， 继续英语跑的准备跳了，这边小草神开个大，小草神一技能扫中，一路站在中间开个大，然后芭芭拉平 A， 海涅洛来四段 A， 以及智慧之殿堂来芭芭拉一技能，四支舞小草神一技能平 A， 一只小草神带着打平 A， 开始，小草神开个大，把技能捏月罗开个大，这样。然后尼鲁四段一打出来，小草神一技能，然后芭芭拉平 A， 继续与你分享，小草神平 A， 好，这边搞定呀。那接下来选择白族，艾尔海森，然后这边选择塞诺瓦，白族，然后水神夜兰，这边辅助来开大，然后一技能开启。白昼开大一技能，然后夜兰开大一技能，要世界热浪起来吧，然后塞诺开大一技，与机心是要三分毒，点数如何？收，风雅，这个罪孽，裁决已至，哼，耶，该定罪，耶。哎，中间眼睛亮了，就按一技能施塞诺的技能，狂欢醉意，当当，欢俏，敌我之名，你很疼，光球，输，离子师，坐镇万象，这边等塞诺的大消失，与活道可为歹之罪，好的，然后辅助来开个大，辅助一技能，白族一技能，然后夜兰开大一技能，来定罪，白族开大三分贝，没事了，然后再弄来开个大，然后弄苦口一技能，好的，好像了，好，这边搞定，还剩四十秒，好，这边选择客勤留音，然后把这个塞诺拿下来，塞诺拿下来换上客勤，然后加上我们白族夫妇夜兰，当当。闪耀时刻，往这一边浮浮一，然后浮浮开个大，风扯，师傅开启夜兰开个大，玉米一塑形，夜兰一白竹开个大，别眨眼，白竹一，然后科行一技能，两段一耍蓝之后平 A， 整理好了再继续放，看，这样这边打两边的，别打那个水母，水母不管他，抓的，剑出，引随，然后特勤开个大。然后来签到我开大一技能，我是你夜兰开大一技能，然后白竹一技能，白竹来开个大，
然后克勤来一技能，如镜转中平 A。哼，想和我共舞吗？哎，呀，啊这边一样，一同起舞吧。哎，智智，然后这边来开个大，还瘦了，抓的，开个大，你如想和我共舞吗？耶，呀。一技能可喜欢一技能，封城，收工，闪耀时刻，这边搞定好了。你速记，基本每关都升40秒左右，都进无杂，可别宅。这样。